开心的哈，很开心啊，要跟这个雍顺教练哈再来聊一下。好，很开心哈，我们不到24小时又见面哈，有缘，对对对。今天状况，因为昨天打得比较晚嘛，所以今天就比较调整一下。精神面啊，我觉得孩子不管昨天打多晚，可是我觉得今天早上的精神面还是不太够了。对对对。所以你们随时要提醒。有。即使有时候你们领先的时候会不会你们教练团还是考虑会叫个暂停这样子？还是会，因为有时候该提醒的还是要提醒。对。那今天提醒的部分会着重在哪里呢？精神面吧，态度了。对，其实他们只要态度拿出来，打出来的球应该就会比较有企图心。是。今天就个人个别球员方面的，诗涵刚回来的话，其实也就慢慢恢复而已。慢慢恢复，因为他已经7天没动了，对啊，关7天了。一般在饭店里面恐怕也没办法太练太多。应该只有变比较胖而已，因为每天都吃很好。我相信他会慢慢恢复。对对对。好，好，谢谢雍顺教练，好，恭喜获得胜利。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想解密不攻自破，要解放自我，这是我。